做你敢知？是你随便会当走动的嘛？还是啦，阿姑爷你莫生气啦，啊因为阮沿路拢找无着阮小姐，心急如焚啊！伊说可莫抢命，你倒来王府要找恁小姐，敢知影叫做色代替？歹势啦，啊因为阮小姐听到你的下落，一时哦又惊又喜，啊就讲要走来这找你，敢讲你拢无看到伊？无啊。无看见，那有可能？啊，既然你无看到阮小姐，啊无安尼先啦，啊敢无方便，互阮两个人带落来哈？无惊到阮小姐，啊明仔载就坐来到遮，啊咱就规家带落来，你确定？是啊。你想要带落来？要是要离开，我要带落来，我要当阮小姐的下落。好，那恁说你就唔通怪我。内底最后一间房间予你。内底最后一间哦。惊到前方无路，迄间客房就是。哦，好。来，你讲啥话咧？啊，我听我姐话咧讲啥咧？内底最后一间。有名一空一就是太平间，你别乌白讲话啦，人袂喊开嘴臭，我要来去啊！袂使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少爷，我呢就先讲妥啦，先来哟。正辉哟，正哈，正辉，正辉就我来做头啊，阿威带队经，你要带多少经？晓，我是好你呢。上尾啊，第二经。你可以上班第二间啊，第一百间了，安尼我倒来听。你若有需要，你甲我叫，我来甲你伺候。好，好，还要换衫无？还规身躯啊？没得管哦。太过乱了，这歹看呀，该无？我歹看，不。阮小郑看了，你敢警告？你讲话口气拢无共款啊？该变较无吧？刘碧如。找人找你吃了，前脚无着一个，后面过来对一个，还一个嘛是死，还两个嘛是无，非得歹人都爱做一伙，是你天堂有路唔去，偏对地个门来。若要赚好资金，就在今夜，予你工一工做起，较贵气。阮是啊，叫咱出大碟了，你会记别间啊？袂使啊，我感觉真怪怪的。迄边你毋是诊所吗？我遐外挂诊所哦。无啦，咱若无你是间经济嘛是袂歹，咱哦做伙困较有伴啦。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虽然哦我知影你哦出爱我，啊不过咱甲呾，甲现在咱袂用个哦不共经济无？毋是啦，哈，我感觉我少爷自从做官了，尤其住伫咧京城，厝哦拢怪怪呢。我一打袂来，就阴风惨惨的。阴风惨惨，对啦，敢那规工像咧卡着咧。是你卡着啊？伊卡着啦。你去问边啊，住伫隔壁间迄个姓陈的，伊卡足重的。伊住伫咱的隔壁。哎，所以你哈拄食无提起吼，我阁无感觉呢。啊，你讲一个到底啊，有影都对。哦，做官人哦，啊，官威真正足大呢，官衔有够威风的。啊，到底这是威风还是反目成仇，我嘛唔知影咧。对不对？我有伊坐伫个遐，我咧害伊讲话，啊，然后个目睭拢要看人咧。伊叫做摇摆啦。安尼哦，真正就对。对啦，就是讲哦，啊，既然伊若是无看到阮小姐，我是感觉哦，啊，心肝头十个五个安尼死，真正足袂安宁个呀。你若十个五个，我七个八个呢。七个八哦。对啦。安尼好啦。七点啊八个啊，无咱两分钟个。哎呦，死啦！
一暝拢无互我停，你真正无意思。无啦，我讲互你听啦，只要等着吼，阮小姐来到厝地，啊，咱若规家口罩拢脱去哦，咱另工还阁叫阮小姐，把咱做咱大伙人，咱还阁为阮拜堂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安尼意思就是要我睏遮底啊。袂用是啦。啊，那我来滚我去边经，这坚持的。我咧滚互你，你拢知影？啊，你伫隔壁间，赶快用我滚互我。你拢唔知？大声话，你茫睏死呢。你拢唔知窗口呢？代志若要发生，你拢唔知影？我感觉有一个哦，无好的预感。我叫拢袂上叫啦，若规下开嘴吵，讲着话拢安尼，怪无？Oh!
我想要回你开，老爹娘，也不过，伊要救死狗的死神，爱我看面皮而已，哪里心，东堂逼我三日，唔通怪我心肝软，我甘愿要爱你娘啊！一个矮狗未过过，一个空顶乱吃，生不了宿用。